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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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Hello, welcome to UK. Yeah. 开玩笑的啦，我现在不是在欧洲，我在的是台湾的清境农场哦。你看这里的雕塑豹，还有意大利动植做的这个柱子，甚至墙壁等等，都是呢这间民宿的主人花了9年的时间哦，从欧洲进口了大概367个货柜运来台湾盖的民宿，所以里面一定很多宝物，跟着我进去瞧瞧吧。哎，你好，大罗。他就是民宿主人大罗。自从17年前在清境农场陆续盖了2栋欧式民宿后，业者纷纷跟进。现在光是清境标榜欧风的民宿就有上百间。于是大罗以新建一座无法被复制的传奇民宿为目标，前后花了9年时间，进出无数次欧洲考察，打造出的大英列国城堡。放眼望去，看到的石雕、吊灯、地板以及壁炉等建材，甚至里面所用的家具，全都是来自英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欧陆精品。置身其中犹如贵妇般。主人大罗说，由于清境没有垦丁的海，也没有日月潭的湖，但是有音乐就会加分，于是他特别进口千万级专业音响设备。这个最底下这是它的出音孔，低音的出音孔、嗯、那这个最大当然是它的低音、嗯、那这个是中低音，中低音，对，那这个是中音，中音，那这是高音。哦，所以高音是最小的。对对对对，它纯皮的、哦、哎，这还可以打开耶。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是磁铁式的。哇，所以这样一个这么专业级的音响，这样一套价钱应该不便宜吧？包含它的前后级的一些扩拉机、音源还有线材，大概要上千万了、啊、这样。不过接下来的地方才真是让我大吃一惊。大老哥啊，你为什么要我闭着眼睛走路啊？哦，因为要给你一个惊喜啊。啊，是哦，是是。哎，那到了没啊？到了了，到了了。可以开眼睛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哇，哈哈，这我现在是在艺术馆吗？还是博物馆？欧洲标准的一个拱廊，拱廊，哎，你为什么想盖这样拱廊在这里啊？其实在欧洲的建筑里面，拱廊常是他们必备的元素之一。拱廊里陈列着欧洲历届名人，真的是会让人肃然起敬。不过来到这个会令人眼花缭乱的欧式庄园，一定要体验到底的英式下午茶。哇，只帮两位带上我们英式下午茶。哇，正统英式3层下午茶，有甜点也有咸点，双人份售价800块钱。一边喝着英国进口红茶，一边欣赏着都铎式建筑风格的城堡，仿佛置身中古世纪的欧洲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，大罗哥？整个环境控制系统。哇，按一个钮，这个灯光就全开了耶！按几个钮，对吧？对对对对。超科技的，哎，哎，这是会议室吗？哎，你看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有没有感觉好像来到那个中古世纪的大教堂、大礼堂？有没有？哇，那我今天就是牧师啦，我是要来宣布，在我眼前的这两位新人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开始交换婚戒。过足了当牧师的瘾，重头戏要来啦，准备参观房间喽。23间不同主题的房型，每间房里都有一对法国进口喇叭与英国进口的专业级音响。客人可以将大罗收藏的上万张 CD 免费带进房里听，另外贴心的服务还有免费提供的红酒、点心以及冰箱满满的饮料，全部都包含在房价内，不用再加价。躺上去，哇，好软哦！哎，在这种15世纪的那种英国都铎风下面呢，这个床上躺上去，哦，感觉自己好像威廉王子，有没有？隔天早上不能错过的就是比五星饭店还丰富的自助式早餐，用完餐后还可以逛逛这超灵验的幸福钟塔。哇，好美的小阁楼哦，别有洞天呢。哎，那边有个钟哎。啊，对，这是就是我们这边最有名的幸福之钟。嗯，为什么叫幸福之钟呢？因为我们这边很多游客哈、哦，来到我们这边都来这边敲这个钟，嗯，然后就会结为连理，子孙满堂，所以我们称为幸福之钟。哇，那一定要来敲敲看喽，很灵验吗？来，你来试看看。哇，哇，声音好大哦！天哪，哇！这不是这样一敲，全村中的人整个亲戚都听得到吗？大概都听得到。哇，有点耳鸣嘞。对对，别看大罗一派轻松，他说
这座城堡即使天天满房，38年也不会回本。不过为了打造出一座可以流传百年的罗氏庄园，完成自己的心愿，大罗也在所不惜。入住英式杜罗峰民宿，让你不用特地飞一趟欧洲，也能享受到悠闲浪漫的欧式乡村风情。